ready and action. Olympic Park。所以呢，很多次哦，每个人都是没有话讲的时候，就会讲到天气。可是呢，我们今天就要讲天气。你觉得今天天气讲一个字 ，steam。steam。所以，因为我们 steam， 所以我们决定来这个 Olympic Park。你看，坐上来看这个 Olympic Park。我们是来看 Olympic Park 旁边那个正规旅行团。旅行团正规。正规。好，来旅游。对，全中国唯一的正规旅行团就在这边。欢迎到正规旅行社报名。你听一下的广播，还有 piano 的哦。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。你好，欢迎参加北京正规一日游。给介绍一下，这个是130，这个是你想游泳的话，还是水平？散客天天发，免费到驻地，一人接送，看升国旗。公司有一个地方很多人不知道的，是你后面这个。你觉得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你觉得是什么？这个是 lobster buffet。我们的奥运广场到此一游，我们飞走了，飞走了，再见，拜拜。同学们，你们到了哪里啦？那里，长城。我们是万里长城。你去照亮一下红军上面的。走那样子。